这只狼蛛的球好像要裂了。我去，你搁这盖房子呢，拉这么多丝儿。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好奇发。最近呢有很多粉丝朋友啊想看我这只捕鸟蛛还有这一只待产的狼蛛，今天呢抽空给你们安排一下，长按点个赞。想看这只狼蛛的呢比较多，咱们就先看这只狼蛛啊。但是这只狼蛛啊，我近段时间不太怎么敢碰它，你发现没有，它好像要快产籽了，就是这个球快破了。因为我发现它近段时间啊已经开始筑巢了，你看它把土全部掀起来，然后用它的蜘蛛网全部把它攀起来了。然后你看这个角落这个位置，它几乎已经快把它搭建出了一个庇护所，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全部把土都给它掀起来。然后它的球啊，你们仔细看它的球，这个球是不是比我之前给你们看的时候要大出来很多了？然后再加上它近段时间的动作，哎呀，那个眼睛在发光，看到没有？绿色的眼睛，哎，这样看，这样看，很小，不太明显吧？我去，有点吓人的。它近段时间就是一直在这里搭这个庇护所，就像盖房子一样。这边已经被它弄得啊一塌糊涂，看不清了都。看，蜘蛛网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这个地方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道一道，然后拉过来，拉到这一边。然后这个三角区域就形成了一个像庇护所一样的小房子，对于它来说就是一个窝。它近期肯定是决定要这个球要产子了，就是这个球我估计啊要不了多久应该就会破了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机会能记录到这个球破的一个过程啊。说实话啊，我近段时间我真的不怎么敢碰它，你稍微动静一大它就会在里面会到处跑。一旦把它身上这个球跑掉了啊，这个球如果从它身上掉下来，它要是不抱着这个球的情况下，那这只狼蛛啊就得凉。近段时间呢我就是不敢怎么打扰它，所以这个盖子啊我就没开过。面包虫是我之前放进去的，好像它也没怎么吃，然后放了还有别的虫子，之前放的时候它还没有去织这个庇护所，现在已经织出来了，这应该就说明他快把这个球搞破了。这个球一旦破，我想蜘蛛肯定会成千上万的出来吧。他这个球里面能装多少我也不太清楚。为了不避免他受惊呢，这个盖子我就不开了，我就这样展示给你们稍微看一下吧。如果我有幸可以记录到他这个球破的情况下，我一定会分享给你们看的啊。狼蛛咱就看到这里，等一下看捕鸟蛛去吧。这个捕鸟蛛的长势呢近段时间算是突飞猛进，瞅瞅看。说到这个捕鸟蛛呢真是有些惭愧啊，养了半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怎么太长，就是近几天啊长速是突飞猛进，特别快，一下子长到这么大了，你看着比之前大好多。所以近段时间我都没怎么拍它，我又纳闷了，我是怎么养都不长呢？哎，现在看到它长了啊。上次还有哪个粉丝啊老是在评论区打卡要看捕鸟蛛进食，但是我就是喂给你看，他今天也不一定吃啊，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不在的时候才吃。先截一个面包虫看一下他吃不吃吧啊，不吃也不能怪我了。跑哪去了？又跑在下面去了。老这个树皮他是他最喜欢躲的地方。把这个面包虫放在他旁边看一下，面包虫我一直都是截成脸截给它吃，看看啊吃不吃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怕。你看我就知道吧，它每次都这样，你喂它吃的时候它就跑，然后你走了以后它就吃了。我弄到我手上来看一下，来瞅见了吧，是不是比之前大好多了？这样看得清楚，你看我喂它面包虫，你看它吃不吃，吃吧，动都不动，它只有在我不在的时候自己偷偷吃，反正吃是吃的，这样不动也不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你一直看着它，带动都不带动的。我跟你们说这玩意儿，除非它长大了长成形了以后，哎，你喂食它可能会去撕咬，会抱着去吃。哎，也没有啊，它只是动一点，那感觉动是动了，长大也长大了，但是没有之前活泼了啊。之前会在我手上跑，现在不怎么跑，之前在我手上的时候只有这么一点点大，现在你看
近段时间不说长大一倍吧，至少反正长大三分之一啊，这个玻尿猪，我有信心这个夏天我会给它喂的再大一些啊，成不成型不敢说，不打扰它了，一受惊的话我估计它又不吃东西，上次我都感觉可能被我喂浆苗了，谁知道近几天又开始长了，来来，还到你的草上来，上手我是不怕了，之前我还担心我还怕上手，现在不怕了，来下去吧。好嘞，捕鸟猪呢倒没什么，让它慢慢长就是了，主要我就是想记录这个狼猪破球的那一刻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